没遇到。你们只要附近随便挖一挖就会看到了、啊。叫个我们这个家慢慢扩建，早晚会找到你的。这个是我家、啊，不要闹。无所遁形有没有？这个是我家、啊，不要闹。你就不能躲了？这是我家、啊。哇！要出来、欸、出来看看人啊，干嘛躲？不过我觉得真可以耶、欸。哪边可以？在某个平台下面。不用啊，我现在这边弄的还很 OK 啊。真的哦，我想去找你哦。不要挖掉，拜托！我不会挖掉，挖掉了，我们会那个盖一个直通到你家的道路，好不好？挖掉它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我按着 shift， 好像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哪了。直通到你家的道路有了，国家级的道路需要通道。别想逃，没有弄完，可是这边有个空间呢。哦，好棒哦！国家级的道路要到你家了，需要跟这边真的很适合做这种东西耶，好棒哦！这边一直都很适合啊，只是不要一直被它摧毁就好。哎、欸，看到午秋风了，赶紧逃！什么摧毁？这是不要不要看到，通到你家哎，哪里都可以通，有没有？盖一条路到你家，可以通到那附近就可以了，不要整个通进去，好不好？哦封门小编、哦、这样很不够意思哎、欸，就是要招待朋友去你家玩啊。对啊，迟早、欸、不会了，不会漏水了。我都带着鲑鱼片去了，鲑鱼片。抱歉，我在出外取材。哎、欸，真的好隐晦的地方哦，这里好，这里好，好隐晦。你在说哪边呢、啊？我吗？你家这边啊？我看一下，好隐晦哦。喂，要去找风破家？你看是不是？风破家真的好隐晦哦，对啊，不容易发现。看，找到的有加分哦。哦，哎呦，居然炸我们家外！刚以为秋风要找到了，结果没有。对啊，超难找的。我以为你瞬间就找到了，所以真的还不错。对啊，没有这么容易找到。啊，从我们坐的道路可以通过去啊。不要再讲了，提示只到这兒、欸，有空再找好了。我继续盖我家，那我要盖我的，这样不够用。你先做个剪刀，明明就应该是树屋，哎、欸，再剪一点藤蔓来，碎藤蔓真的超多的，只有表面一层，碎石吗？铁跟碎石可以做，欸、不对，这样子。他告诉我穿红旗剪刀怎么做嘞？剪刀就是哦，两个题就好了。哎、欸欸，你是真的当新手去了？就跟你说两个礼拜前。你也太新了吧！太新了。地下的书，地下书到底好在哪里？我不懂。地下书，地下书。说实在话，那个里面书让我想起以前看的一个。哦，这里可以哎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人人都要有个地打。我继续盖下一间咯，那边应该完工了吧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应该完工了吧？我要去让我家的猫咪生小孩啦、哦！你要盖在这哦，纸片。啊，我这个不是秘密基地啊，你们想过来都可以。你要盖在这哦？我是想盖个小窝出来而已。放把火也可以吗？火把可以啊，但是放把火就不行了。你终于发现重点了。为什么你们不接下去继续盖嘞？这好酷哦，我喜欢这，然后做也可以上来的地方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可是要跟那个书屋有连通。果然自己是小花猫，生出来就是小花猫。不然迟早被发现的。什么什么？说既然续不成，不然迟早被发现的。对啊，也是。干嘛要怕人家发现？盖了不是就要让人家看的吗？完全不了解你们的逻辑在哪里，这种刺激感啊，不懂，傻傻的。嗯，喂，你怎么进去的、啊？我跟踪巧克力。没有了，他把它补起来了啦。我觉得它分布有点明显了，好方哦这里。我看不到外面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！你好可爱哦、喔，超明显的，这里的道路已经消失了，太明显了。所以身上还有叶子吗？我帮你补一点出来。
还是啊，不要，我弄成树好了。我帮你打一点出来，打一点出来怪怪的。好了，够了。笑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明显了。是我没有在，我没有在往下面那个铺啊。就你打掉这个比较小。哎呦哎呦，又摔了。这是难走哎、欸，本来就是慢慢弄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自然的。弄点，等下弄点藤蔓好了。哦，的确，上面顶端的话，顶端你们看不到，的确是不明显。这边这个树叶太平了啦。慢慢弄啊，这本来就是慢慢弄。你们还在那边闲？哎、欸，我帮你弄好了，直接弄比较快。哇，雾西，你赶快不要让你的猫淋雨了啦。啊，有屋顶了？没有，还在淋。哦，这里好了，它就慢慢滋淋。好了，慢慢弄，慢慢长，慢慢长。我要盖属于我的小窝。呵呵，隐形药水不会有用啊，因为你本身你还是穿装备的话，那就脱装。那 ID 是被消掉吗？不会，没有，也都不会。ID 看得到，所以很没有用，非常没有用。好了，那你这样怎么出来？嗯，这要打掉是不是？嗯嗯、因为旁边其实有一个地方是出入口啦。真的吗？哪里哪里？因为刚被我遮掉了。哦。就这里吗？不是那里。是啊、喔，我来找一下、啊。我觉得可能是上面。不是，也不是从上面。这个上面你要从中间连过去嗎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这里哦、喔。葫芦连过去吗？还是因为你没看？这边猫好多、喔，为什么？突然瞬间看到一片猫在我这边，好多。一片猫吗？一片猫海。干嘛要走这么辛苦？秘密小基地。哎、喔欸，这个很，因为我很担心的感觉这么辛苦，我很担心会被抽那个。会不会打掉？哦、oh, ，我看到入口了，原来是这里、喔。说不定会啊。没有打掉啊，你刚刚盖的那个都还在啊。对啊，你盖的都还在保留。OK 的 ，OK 的。只是会从后门开一条路进来而已啊。你看这里都还帮你保留，只是帮你更方便进出而已。好多猫，好可爱。你可以继续加盖、啊。有一只淋到雨了，我要把它推过去。我让我家的屋子可以发亮。觉得这边直接盖成那个好了。那只小黑猫不见了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秘密基地决定是你了。嗯，哎，直接盖成。哎，出不去了。一、二，这就是盖书屋比赛吗？会挤到哪？看谁盖的书屋比较素。吃鲑鱼片咯，好吃，比较绿。好，那怎样隐秘呢？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够隐秘。你们为什么要追求隐秘这种东西？因为你们是不是走偏了？我们还往上去了、啊。你们是不是走偏了？对啊，你们走偏了是不是？家是拿来招待人的啊，这要存一些金库嘛。又不见了，不管。猫跑的小黑猫，这边好多猫哦，超多的、啊，觉得多了吧？我想放刚那个岩浆桶。嗯，你说什么？说的，放下去连家都没了。我就把岩浆桶放到你家，我可能下不在了，放到你现实的家。这句话蛮好笑的，有点危险，怕怕的。超级怒、嗯、有没有？嗯这个地方怎么回事？做什么？好啦，别这样子，分点肉吃吧。怎么分点？猫是吃鸡肉的、啊。猫吃也是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捡。让我献上最高级的生鱼。不错，是吧？这边有三只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三只我给你吃鲑鱼，把你规划出来。这样的话，自己家下面就不能够乱挖。有，他们都吃掉了。自己家下面乱挖花。哎、欸，来，什么？你的是地板是树吗？地板是木头吗？不是啊，我说地面上的景观也就不能挖。有，他们都吃掉了。好哎、欸，这里还没盖完哦。嗯，这里要征收国家道路，这就是政府那个。
盖完就还给风破，有没有？嗯。因为我很好奇，那猫咪如果两只都不是我养的，然后我喂它们，让它们生出来会是我的吗？可以试试看，这可以试试看呢、啊。那你们可以一个人过来，请一只猫咪站起来。哦，他坐下也不会生。等一下，我听到那拖拉苦的声音，让我有点担心。我只是想踩个树叶而已，我不会踩到你的。要实验性精神。好。啊。就生吧。生。有吗？哪一只啊？哎、欸，有生吗？生出来还是你的？还是？是吗？就是帮人家繁殖就对了。他跑去好远哦。他看着秋风，哎、欸，看着我吗？看着我干嘛？不知道。你看，这是小猫。因为两只都是我的猫啊。小黄，那两只都是我的猫啊。所以他小黄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小黄飞出去了。小黄，这怎么一只猫啊？小黄飞出去了。小黄，小黄到底是谁的？小张，你怎么踩在我头上？小黄这只杂种。小黄你不见了，欸、一定是那个。小黄不见了。谁的？哦，跑到我家了。哦，所以是你的吗？他上去了、哦。两只都我的、啊。他踩着我的头上来，可恶家伙！小黄，你是谁的？两只都我家的。所以第三只也是你家的。这样子是不是没有用啊？两只都我家的。所以最后那只也是你家的。对啊，你刚两只都我家的，没有用啊。对啊，我就想说试试看啊。No。啊，踩错了。哦。小黄，你家好大哦。对啊。决定把除了你家以外的地方都把它剪得光秃秃的。别人家的是小黄，那就会很明显了。兵，刚刚不是有很多粘土吗？都放哪去啊？刚刚有那个，刚刚都在刚刚那个水里面的吧？可能都没有捡起来，不见了，没有人捡哦、啊，它就这样消失了，它就消失了。好灾哦！哎，哎，这样没了。哎，怎么好像有点在崩毁的感觉啊？是因为那个旁边应该放木头吗？哦、oh, ，对啊，你不能只有树叶、啊。是哦。嗯，树叶旁边没有木头会崩毁。对啊。他会自动认为是落叶。没错。就消失了。树不是这么容易盖。是我自己的那个工作群组的弄。但你只要连着就没问题啊。木材，垃圾要放哪里啊？要分类啊。分类是不是？纸类。回收，纸类要回收，没错。装备呢？真是的，怎么有点好笑？没说纸类要回收嘛？我以为纸类是垃圾，纸类不是垃圾，是可回收垃圾，是有回收的概念，可回收的垃圾。为什么有一只猫一直跑进去？不错不错，丢一些东西。大哥在找我吧？丢，这个丢丢。丢丢、啊，下雨了，万岁！你根本在乱丢，不下雨就不能测验那个了。丢，好，就这样。你绝对是在乱丢，我搞错了啊！叶子拿回来，叶子我要用、啊，这个拿回去，这个不要。曼尼卡现在多内，噔噔，哦呦哦呦哦呦哎呀，嘟嘟嘟。哦，这里很适合。一直跳上跳下。这里往上是，我有一只猫一直乱跑啊。那可能是我的猫。黑的专属有没有？黑的，见到黑的就知道是悟星的猫。哇，这里好了，哦、这里好像小黑猫。哇塞！安子 ，no， 很适合。纸片你差点都被拿去回收了。No， 哎呀，哦，这装备最高级的鱼，小草鱼。哎呦，吃了应该会中毒啊！这不是最没有用的鱼吗？很可爱，又稀有又没有用的鱼。那个小丑鱼很常常拿去做什么高级的附魔材料？哦，有吗？原来是炼金材料啊，搞错了，是吗？我以为是吃的嘞，没什么印象。鱼是炼金用的。我记得小丑鱼好像可以做什么
做什么，一时想不起来。等一下就会有观众跟我讲，就是丢话，然后人家就会回，对，不错。